就算大哥啊，拜托你了，啊，中华民国命运啊，我讲我们一起来承担，台湾的未来，啊，在我们共同的肩上，谢谢你，好好的思考。坦白讲哦，今天台湾走到这个地步，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择，还是真糟糕。偏偏他最相信的一尊关公，那师父告诉他，好，师父告诉他，因为讲的那个牵丝太长，我把它浓缩好了，就是输赢一念间，一世留清明，十个字，就输赢一念间，一世留清明。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我带着梦幻
句禅，红尘总是何年，文章写不尽，悠悠沧桑事，悲欢岁月尽无情。长江长千里，黄河水不停，江山依旧，人事已非，只剩五岳照青城。我不独身闲，
才不能睁开。
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？也许我长眠，将不再醒来。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沙？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？
上青天，不如温柔童年。看四个鸳鸯蝴蝶，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多，何苦要上青天？只想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。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
从此现在过去了再不留，红红绿意唱马尘汤内，开始终结冲刺没变改，天边的你飘泊，白云外，情人别后永远再不来，偶然得错放眼尘沙花虽会凋谢，但会再开。一生所爱恩怨，则不云像是温馨的墙，囚禁你的梦想。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。
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，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，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放弃天长地久，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，让真爱带我走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，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，让真爱带我走。说分手，不管怎样，我都要爱你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跟你在一起。如果两个人的天堂像是温馨的墙，囚禁你的梦想，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，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，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，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放弃天长地久，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，让真爱带我走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，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，让真爱带我走。为了你失去你，狠心扮演伤害你，为了你离开你，永远不分的离去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放弃天长地久，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，让真爱带我走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，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，让真爱带我走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
留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，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深处人孤独。
昨天种种梦难忘，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，未去想那非和事，未记起从前明知。接下来请您认真观看节目，因为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助，为了一个孤苦艰难的生命，让我们共同圆一个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梦。这个繁华城市没有属于他的地方，他所拥有的只有无尽的孤独。这艰难卑微的生命却有着一个美丽绚烂的梦。有时候梦如烟火般短暂，但没有人可以夺走那最干净的凝望。谢谢大家。像梦一场，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输，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有没有一种爱，能让你不受伤？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？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一人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盲人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有没有一扇窗，能让你不绝望？看一看花花世界，原来像梦一场。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输，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有没有一种爱，能让你不受伤？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
让你不受伤。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是你心灵的归宿，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朋友别哭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。朋友别哭，就不孤独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
定能成功。哦，啊，来，拿上。哎，这个，还这个，这个。哦，嘿嘿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此时我们看到舞台之上摆放了这么多的乐器，大家可能有一种惊讶、紧张。接下来使命会有怎样的？哎呀，不紧张。为我们呈现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紧张不紧张。破浪王李国富为我们带来一首《功名》，掌声有请。加油！哎哎。大风中，你会听到了赞美。
深爱的手臂，看台下是你的贵宾，那一刷梦想的翅膀，虽然挫折的创伤你忍了寸步难行，看台下是光明住在南方，看得见星光明走在今天传出一个消息说，美国跟日本联手施压撮合蔡英文跟柯文哲配，因为这样子他们认为美国日本认为这是最强的组合，击溃国民党。哎，绿跟白合适啊？哦，你韩国瑜现在再强，民调大概就35%，很少民调做韩国瑜做到40%的。哦，所以如果这三咖联手的话，大概是韩国瑜35%，然后呢，柯文哲可能30%、28%。然后呢，这个赖清德可能25%，大概民调现在是这样子哦，所以呢，所以白绿加起来过半就超嘛，就超过，对，所以为什么要蔡柯配嘛？就白绿加起来就可以打败国民党哦，所以美国跟日本现在看，哇，不得了，韩国瑜声势这么高涨，对不对？怎么样打败韩国瑜呢？哦，或者打败郭台铭呢？就蔡英文跟柯文哲配就可以了哦，击溃国民党哈、哦。那柯文哲自己也说，2018年就是。去年的124，民进党所以大败，就是因为白绿分手跟韩流。一方面是白绿分手，你现在跟我柯文哲分手，对不对？你要选你自己的，你以为你自己很伟大，对不对？你去搞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去搞看看。再加上韩国一起来，这两个原因造成民进党大败。固然他说你民进党大败是因为白绿分手，柯文哲差点大败也是因为白绿分手、啊。没错，对，特别是美国人在全世界操纵各地的政权，哪是省油之灯？第一碗牛肉面，他精准的预告赖清德会参选，结果中了。第二碗牛肉面，他说郭台铭会参选，也中了。第三碗呢，他预估的是什么呢？他是大胆的预料，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非韩非郭。6月1号，有一组正副总统应该是干掉全部所有人的，马上就公布出来了。东旋侯孟哲、丁元凯在台北报道。刚讲的那一组是不是已经笃定当选了？很不是厉害而已，是可怕。他出来，其他的候选人就往后退说：“哦，我们输了，输了。”吴宗宪讲的活灵活现，他说6月1号以后，大咖候选人就会出炉。你要是选出这件事情，真的太可笑了！不要让你的理性压过你的感性。我说他要去选总统这件事情，真的是太可笑了。不要让他的感性压过他的理性，叫他醒一醒。他根本就没有带我们发大财，然后又要争取一些很奇奇怪怪的经费，然后我觉得很没有必要。韩市长，各位亲爱的高雄乡亲，高雄市民愿意给一个刚到高雄1年2个月的韩国瑜一个机会做市长。这是多么大胆的一个决定，整个高雄市政府一心一意为高雄市民来努力，韩国瑜的肩膀会一肩扛下来。洗脑，我变成韩粉，一起灭东厂。结果一回只是没听懂一句话，自动从几条军回答。你看他在选那现场多么冷场，我害怕。承诺等。
了时尚，当晚再离开，欺骗了观察。干你啊嘞！担心完全都想自言自道，句句是胡来。Yes, I do。你说的不慌不喘，习惯性说谎，摆明不反省的模样，就只靠一招发财，想总统破关，我看只剩韩粉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神气买，民进党以前做的好坏，爱和至少失败。要是能重来，哦，不嫌被孤在，至少我不要有个市长挑战高雄发大财。我出不去，人才进不来，早报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，最好发大财。承诺等市长当晚再离开，欺骗了观察，担心完全都想自言自道，句句是胡来。你说的不慌不喘，习惯性说谎，摆明不反省的模样，就只靠一招发财，想总统破关，我看只剩韩粉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神气买，民进党以前做的好坏，爱和至少失败。要是能重来，哦，不嫌美不在，至少我不要有个市长挑战高雄发大财。我出不去，人才进不来，早报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，最好发大财。现在台风尬寒流，谁会胜？我的想法可能两个都会不在啊，还有第三个吗？都不在，都出局哦。可能两个人到最后，一个人可能不会加入出选，一个可能在出选的过程当中，甚至于到最后会有一个重大变化，然后这个人可能也不在出选的行业里面，所以到最后可能都不是他们两个。我的判断了哈，当然我不能说我一定准确了。我要说的就是说，可能到最后会有出现这样一个现况，就到最后可能不是郭，也不是韩。章鱼哥说，国民党的初选非韩非郭，有可能吗？来看看最新的发展。哎，章鱼哥，你的第二碗牛肉面是说，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哈，到最后结局哈，可能非韩也非郭哦。你现在这有可能呢、啊？为什么有可能？还有可能吗？因为你韩的民调一直下来，那到最后就没有。那今天这个初选办法出来以后，会不会摆平？我还不知道，可能内部还会再去做整合。那好了，韩家是没有，就可能郭会出来。那郭出来以后，郭有没有？韩有可能没有了。假使一直下去，他可能会跟郭交叉了。哦，死亡交叉了，会跟郭交叉。对，那这样子郭出来以后，哎，郭的问题也很多，哎，郭有80%的资产在中国大陆，哎，他如何面对两岸的议题？嗯，那如何去面对？你看他现在又开始转弯了，他本来去美国看川普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川普是我的好朋友，现在又说川普不是我的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折？没有必要嘛。那所以我这样讲说，有很多未定之数可能会出现，所以我会去做这个推论。所以现在的态势是灭韩小组先集结启动嘛，打掉第一名之后，然后再来铲锅的这个小组就跟得上，这个不能这样讲。就像义父刚刚讲，不然什么样状况会非韩也非郭？我跟你讲，第三个人马会成为2020国民党的候选人。刚刚义父讲的那个，我是100%认同，成也韩，败也韩，成也韩粉，败也韩粉。韩国瑜真的要成为候选人，你刚刚的所有人对你的批评指教，你要盖瓜承受，然后把它接收进来，把它化为你的内力再展现出来。你不是一直去挡到后来，你以为你金刚护体？对不起，你真的会体弱多病。所以
这个他必须要去做调整，他才能够维持继续维，他继续维持的声量是要正向的声量，而不是负向的声量。